本辖环河西路与光环路于17日21时36分发生大众机车与自小客车车祸案件。经了解，自小客车牟姓驾驶是探访清了后行驶环河西路欲左转光环路返回淡水住家途中，与对象刚下班之叶姓与杨姓民众共乘的大众机车发生碰撞，叶姓民众送板桥亚东医院治疗，杨姓与牟姓民众送双和医院治疗，叶姓与牟姓民众均无生命危险，杨姓民众目前仍于治疗当中。本分局现正调阅监视器，了解事故发生经原因。打架了！打架了！Caída.